现在是有规律吧？几分钟一次？三分钟，三。开枪了，走！马上要审了，估计那又在宫缩，真的是有规律的宫缩，三分钟或者五分钟一次。今天上午一定审啊！我怕一个小时之内就能审。那赶紧走了，赶紧走，赶紧啊！兄弟们，我又要当爸了啊！赶10月怀胎啊，马上卸货。完了，名字都没想，兄弟们帮我们想一下名字啊！谁帮你想名字不想？男孩的名字或者女孩子的名字都帮我们想一下啊！发挥你们的才能。他要生的名字都没想。嗯，好多人说叫邓铁皮。实际点好吗？六楼是专门生孩子的，妇产科。还没上班啊，现在7点，应该有值班医生。怎么说开了几指？开了两指。开了两指是不是不卫生了？哦。还有宫缩吧？我怎么感觉来了之后他就不痛了？什么情况？他去交好了。交多少钱？3000。不宫缩了回家。刚刚5到6分钟痛一次，该说人家医生给我内检一下，他就不痛了。刺激到了，回家，过两天来。还过两天开了2指，见了吗？我老妈来了还。按道理3胎不是很快吗？你2胎发动了之后，来了医院半个小时不到就生了，结果这胎，该说来医院之后不痛了。他不动是吧？他不痛了，不宫缩了。来之前5分钟痛一次，他现在痛不痛？开2指，痛不痛？来回走一走啊。懒活。想名字，不要扯这些，想名字啊。想啥？叫邓铁皮。比我晚来的都生了，今天好多人生宝宝。今天好几个人生双胞胎。哎，生双。为什么我没有这个命？你没这个基因。你说第三胎生一个双胞胎女儿，你让我多幸福！你怎么生的？你怎么怀的？要看你的基因好吗？你就不能帮我怀一个双胞胎女儿吗？我生个双胞胎儿子你就哭。只要是双胞胎，我都欢迎，特别高兴。快点发动哦！医生说，如果说上午还不发动的话，就打针了，催产针。催产啊？开了2指，他还再不发动。啊。4点的坚持，现在9点半了。6点钟他也痛了，痛了3个多小时了，现在该就不痛了。我以为说来了医院，一个小时之内一定会生，结果他不生，他不发动。下午再看看。这我老婆进去了哈，咱们在外面耐心等待。现在我们在这边等哈，应该快了哈。刚刚医生出来，他说开了5公分，应该快了哈。从。上午10点半进去的，现在快1点20了，应该快了啊，快了，耐心等待。刚才上去，应该快了哈，就听到我老婆从里面传出来的那种声音，估计好疼，听到了2声，估计在生。上哪里？好像里面有小孩，小孩的声音哈，应该是生了。是不是你的苦？你不要吵，我听一下声音。10有8、9，生了。哎，女孩，3.27千克。哦。中间流进流了哈。你的。你管。女儿啊。生下来一个凤。哎，我没得，我求求。他怎么又哭啊？挺喜欢哭的啊！不哭了，不哭了。搞笑的就哭哭哭，明白了？还得扭扭个狗啊！